揭秘吃鸡中的男玩家为何都喜欢用女角色。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一共有两款角色，一个是男款，一个是女款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在游戏中大部分玩家都喜欢用女角色，那么你们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吗？哦对了，我设置了只有帅哥美女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试试。首先第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男生的建模太丑，基本上男角色的脸型全部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而女生的建模呢就显得格外的精致。最重要的是，女生角色的时装全部都比男生的好看，可以说那些好看的皮肤全都是为女生而定制的。第二个原因，女生角色看起来都是小巧玲珑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可能很多玩家都认为女性角色的受击面积更小，在游戏中呢也更不容易中枪。其实这个想法呢是错误的。首先我们从视觉角度上来看，女性角色确实要比男性角色要小一些，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受击面积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女性角色的身材确实是非常的好看。第三个原因，有几率能魅惑敌人。一般男生玩家看到女生玩家时都会放松警惕，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技术很菜的妹子，但是他们绝对想象不到手机的背后究竟是谁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。所以说我们以后遇到女性角色一定要开麦确认。那么顺着最后，小伙伴们在游戏中使用的是男角色还是女角色呢？